6B 班的故事就在2011年的9月1日开始了。不同班的同学都不约而同地升到了这一班，而当这一班的同学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4B 班就正式诞生了。一开始可能大家对对方都未必那么熟悉和了解，因此当自己见到自己班的同学是被人家获奖的时候，同学们都没有太大的感受，有些同学更加会缺席一些班制的活动，因此可见士气难免低落。在社会争过，身体却染了病痛，谁共我青春的走过，然后岁月过后再没接触。就像注定一世浪费，方知道岁月流逝，心思更细，晚晚的天际，别问哪样可以预计，离足的珍贵，今天尽力把你记低，如果一出世，就像注定一世浪费。跟住落嚟就系一啲我哋班嘅班会活动嘅相片。相处咗一段时间嘅我哋，透过唔同嘅班会活动，令我哋更加认识大家。特别系有一次新年嘅聚餐，班主任陈淑仪老师仲特别准备咗一啲贺年嘅食物。有心急钱嘅老师当然多不胜数啦，但系出钱又出力嘅老师，我谂就只有 Miss Chan。除了 Miss Chan 之外，我们班同学要很多谢王子杰老师。虽然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也都没教我们全班的每一位同学，但每次的班会活动，王子杰老师都总是出心出力的。除了会帮我们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之外，还帮我们解决了不少技术上的困难，例如铺场地。有时候我们觉得往常对我们不单止是学生这样对待，更多的是亲生仔这样对待的。欢乐的时光过得真是特别快的，估不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班的两位同学亨珠和黎仔就因为要到外国读书而提早离开了我们。虽然是真的不舍得的了，但今次是关乎于两位同学的前途问题。正所谓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我们既然无法挽留他们，就只好以最大的热诚欢送他们。很多人都会说我们班是最不团结的一班，
但我想讲嘅系 Shakespeare 绝对唔系东亚病夫，就好似 Form Six 嘅毕业班表演咁样，其实大家都好认真去练习去表演。虽然在我哋班冇喺比赛中得到任何嘅奖项，但系我哋班系最长时间嘅表演。而且在 YouTube 我们的班的点击率是最高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赢了的。拳脚还是够硬，红心一向未冷，何妨无视时间来重越理想清淡，和你回复灿烂，重返年轻一晚，消失于光阴中那份慢，就趁你有得拣，来复发一晚。苦还在播，只得你知，心里面想起那一个如梭，日月有否信服我，尚有生命才不管结果。如若还是够难，红心一向未难，何妨无视时间来重遇就只好站在这一点放开彼此的手，未来的日子尽管我们未能共同进退，但当大家遇到挫折时，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想起我们那些曾互相依靠的日子。不管世界有多大，心还是紧紧牵连着的，我定回归，就像昨天承诺过，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回到这一点，拉着彼此继续前行。last day 咯，其实我都好想翻嚟同你陪你哋过 last day 嘅，不过冇机会啦。希望你哋珍惜最后今日，加油 ，DSC 加油！希望你哋个个入到大学，我一定会翻嚟噶。希望我哋可以再重聚咯。我祝大家前程锦绣 ，DSC 加油！另外系啊，峰峰同埋鸭肠，你哋今日生日。我祝你哋生日快乐！